我而家教你嘅系咏春六点半钓鱼郎君。第一点，双子吹箫。第二点，天琴。第三点，地煞。第四点，猴子偷桃。右遮拦，左插花。去。美人撑舟只是半点，合意成为六点半钓鱼郎棍。而六点半棍最难练的就是点和疾，即是说将疾劲发挥在棍尖的上面，棍有它本身的弹力，我们将弹力加上吊力就是点劲。现在你试下将这粒榄核打爆它。先不能够将这三种劲力合二为一，所以你只能够切开粒榄核。再来过，快嘿嘿呀嘿，师傅啊，武术精通从苦练，艺能考究最深求，这些道理你明白的啦，你不用心急，你现在将所有的榄核执翻起，它从头来过。对手不是死物，当你见到他有所动作才出手就已经慢了，所以你要练到拳诀里面的眼到手到。再来过。